大妹子，妹子，嫂子啊，让你来呀，就是想让你瞅瞅他是不是小日本。他要不是啊，我还能把他留下；他要是啊，那咱全村的人都得跟着遭殃。我就是冒死，我也不敢把他留下呀。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你是上过学的人，比我懂得多。你再想想，有啥招能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做啥的呀？对了，好办呀，你让他一说话不就知道了吗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人呐，他就像哑巴一样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哑巴。反正啊，他就是越不说话，我这心里头我就越发毛。我今天我必须弄清楚他到底是做啥的。那他身上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？咱们等他睡着了以后去翻一翻。他啥都没有啊，我都翻过了。这就奇怪了，一个人身上总不能啥都没有吧？谁说不是啊？他就是没有啊。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他又不说话，身上又没有任何随身带的东西，这咋能证明他身份呢？大妹子，你再帮我想想，有啥招呗？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我们老师说中国人竟是不穿裤衩子的，说洋人最喜欢穿花裤衩子。当时我们同学都笑得不行了，也不知道鬼子是不是也穿花裤衩子。有招了，大妹子啊，咱们俩啊去把他的裤子给扒了，就知道他到底穿的是啥裤衩子了。他就算是穿的不是花裤衩子，那肯定跟中国人的不一样啊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别怕，他已经挨了枪子儿了，动弹不了了，咱们俩别怕他。不是，我是说咱们怎么能去脱一个男人的裤子呢？不行不行。哎，大妹子，你这药箱里头不是有针吗？哎，你朝他的屁股上打一针不就行了？我没有打针的药啊。哎呀，那药不就是水吗？往里头放点水你不就行了吗？是嫂子不配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打针，打针你的腿就好了。你把裤子脱了啊，脱了裤子打针，打针要脱裤子，脱了呀。哎呀，把针拿出来，给你打针啊，把裤子脱了。哎，这哎哎，你打针，裤子脱了。哎呀，把裤子脱了，你不脱裤子怎么打针呢？你脱裤子！哎呀，你磨叽啥呀你？哎呀，脱了！哎呀，我帮，爷爷，我帮你脱。哎呀，我来，我帮你脱。哎呀，大妹子，来，把他的腿按着。来呀，帮忙啊！来呀，按住他的腿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跟着他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做啥呀你？松开！你还想占老娘便宜还是咋的？看我咋收拾你！松手啊，大妹子！大妹子，来按着他的手，松手，松手！你按着他的手！哎，我就不信了，你是个啥呀？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是个啥人！妈呀，他还真是个鬼子呀！大妹子，快上去！娘，我想出去玩一会儿。不行，就一会儿。哎呀，你出去做啥呀？待着，这家里有鬼子。没想到啊，
还真是个鬼子啊！小花嫂子，咋办呀？哎呀，我可惹了祸了！你快说，这可咋办呀？哎呀，我咋知道咋办呢？我有点害怕，他会不会从地道里给跑出来呀？大妹子，你别怕，他爬不出来。他腿上挨了枪子了，动弹不了。咱们俩赶紧想办法，看看有啥招能对付他啊！不行，不能留着这个祸害，那也不能让别人知道啊。大妹子，要不然怎么弄死他算了？杀人？这哪行啊？咋不行啊？双儿他爹就是让小日本给打死的，我都恨死小日本了。今儿啊，我非得双儿他爹报这个仇不可。是我们是女的，他是男的，我们打得过他吗？女的咋了？他腿上挨了枪子儿了，我就不信咱们俩还弄不死他。嫂子，你别当着孩子面说呀。昆中，昆中，在家啊？来了。昆中，来，你快过来，过来呀，过来，你快一点啊！哎呀！秀花，你这脸呢？这一天好几遍呢？这咋的？这把我弄糊涂了！你过不过来吧？过呀。那你还废什么话呀？过我，你得说清楚了呀。说清楚啥呀？好歹我也是个老爷们儿啊，我也有脾气啊。那我娶了你之后，你得听我的，你不能一天这么老变。李坤中，你个死光棍，你要再不过来呀，你就永远别再过来了。娘，你过去看看吧。干啥呀？快去啊！这又走了呢，过呀！就爬出来了。啥？谁是鬼子？就底下那个人。那不表叔吗？啊，那表叔咋成鬼子了？哎呀，你咋净说废话呢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敢不敢宰了这个鬼子？没杀过人呢。没杀过人呢。哎，你想不想跟我好啊？想不想娶我呀？你说这干啥？人都宰了。我不管了，我豁出去了。你要是想娶我呀，你今天就宰了这个鬼子，替双儿他爹报仇。秀花，这么大事儿，你就得商量。我就知道皮怂包软蛋。你要是不敢呢，你就跟我走人。以后啊，咱俩谁不认谁。走，你走。啥呀你？谁是松包软蛋呢？我就杀个人吗？我就跟杀个猪似的吗？没事，你等着，瞅啥子。哥。说话呀，哥，你说话呀！你这是做什么去啊？干啥？杀猪！杀！别干这！杀猪！
就你们两个帮我把他绑了。快走快走去吧嫂子。我不敢下去。这会儿啊谁都不能怂，谁也别走。咱们仨人呢，你怕啥呀？怕啥呀？你老嚷着抗日抗日，现在让你抗日了你又不抗了，非得等这鬼子宰你的时候你再抗啊。黄瓜菜都凉了。别说了，我去还不行吗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呀，你瞪俩眼珠子做啥呀？动手啊！王八羔子！别动手！哎呦，王叔！妈呀，会说中国话呀？你说啥呀你？别说你！我是日本人，我不是真人，我是日本人。这是绑了他，来呀！参照日内瓦公约，有点成分。你在说啥？堵他嘴巴！堵他嘴！堵他嘴！你站着张啥呀？你不下张嘴的！别让他看，别看，人都来了。快堵上！堵堵着堵着！你哎呦，你这往哪儿？你这都把人手捆上了，你都拉出来！你往哪儿捆呢？你都干啥呢？闭嘴呀你！栓子，栓子，我哥呢？哎呀，就是你大白。哎，栓子，栓子，这孩子，你这小子太阴了啊！明明会说中国话，装哑巴。完了，那咱现在说的话，他都听明白了。小花啊，你听是不是我家老三喊我呢？这是不是喊他老三听见了？我刚才听有人在喊你了，你可就是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们家老三呢是个书呆子，他就是听见了也没事儿啊。那现在咋办呢？那有啥咋办的？你都上去吧，别崩身上血，你交给我了。那就交给你了。你交给我了。那我就上去了啊，当妹子当妹子，走走走，交给你了啊。大兄弟，你就别看我了啊！你安心上路啊！哎，哎呀，大兄弟，你就闭眼睛上路呗！你看啥呀你呀？你别看别看啊！要不把他弄到村外头的野地里去啊？他一个大活人的，让人看见，那不全完了吗？那咋办呢？秀华，要不在这儿刨个坑把他埋了得了，就是有点晦气。行，那就埋了。嫂子，让栓儿看见了。那我把栓儿弄到外头玩去，不让他看见。那就交给你了，快挖坑啊！快挖呀！挖我这搞的我。继续，嫂子。三儿，哥。哥在这儿开个会儿，你上门口给我看着点去。好嘞。指导员回来了。昆仑，
从内线得到的情报，日军有一名替职专家，名叫山木一郎，突然失踪了，而且日军正派大部队查找此人。我想这个人一定很重要。区委下达命令，我们必须马上找到这个人，得赶在敌人之前。那天你说……哎，等等，指导员，你等等。哥，咋了？嗯，大哥呢？刚才小花嫂叫他过去，不知道啥事儿。他要拿着锄头和绳子，说是要杀猪。杀猪？杀谁的猪啊？不知道啊。刚才我听见那边有人叫唤，像是在吵架。我站墙头那么一看，啥也没有啊。你去秀花嫂子家看看，如果大哥在的话，你叫他回来，说我找他有事儿。嗯，你顺便看看。他跟绣花嫂子折腾啥？快去！好。栓儿，栓儿，我哥呢？就是你大伯。你咋不理我呢？栓儿啊，你娘呢？在地窖里，还有你哥、凯欣阿姨和一个鬼子。啥鬼子？啥鬼子呀？哎，啥鬼子呀？我娘不让我说。对老师也不说呀？我要说了，我娘就会打死我的。嗯，好，好孩子啊，老师自己看看去。窝头好了，大伙儿招呼。二哥，二哥，咋了？绣花嫂子家有鬼子。啥呀？咋了？你说清楚。大哥、绣花嫂、王凯欣还有那个鬼子，现在都在他家地窖里呢。哎呀，你等等，我刚才想进去瞅瞅，他家门都插着。我想绣花嫂啊，是怕别人进去。昆仑，先别着急。他要真是山木一郎，他也跑不了了。想想办法。有招。叶猫、强子、大勇，来。你说，你说，你是哪儿来的鬼子？啊？你说不说？哎，你跟他废话，你揍他就对了。你说，你是哪儿来的鬼子？啊？你咋就成了猪崽了呢？说不说？你不说是不是？你不说，你怎么这么厌？我让你是鬼子，说不说你？不说，听不懂。不说啊！不说，打死你个鬼子！大妹子，你来，你打死个鬼子。喜欢嫂子，我不敢呢。哎呀，让你打你就打两下，别说你抗日了。请不要打我，我不是军人，我是地质专家。专家？别听他胡说，接着揍就对了。不懂？那你专家到我们这来做啥呀？这是巡和，这是巡和，光在看当的。这更不懂了，我。你说八路军，我揍了你还懂？军队俘虏呢？我是现在是你们的俘虏，你不能打我，更不能杀我。文忠，八路军有这个规定，你听说过没？啥呀？他说八路军不准打他。那八路军是不打他，八路军抓就弄死他了。接着走。别打我！别打了！哎呀，你别管了！我跟你说，我都恨死鬼子了！你说，你都杀死了多少中国人？我没有杀过中国人，也没有跟中国人打过枪。我是文职人员。撒谎了你！啊，我们家春生就是让你们给杀死的。我咋就没认出来你是个鬼子呀？我还养了你五天，吃我的，喝我的。你就不是个人！你就接着揍呗，你还跟他说啥话？就直接揍死，就扔坑里了。我甘心，你知恩知恩，我确实没有杀过中国人呢。我用不着你谢，闭嘴吧你！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别跟他废话了。那就埋了。
动手！你别跟他废话，叶明龙，就来吧你！进去吧！毛巾，堵他嘴！叶明龙，嘴堵谁个呢？行了，你按住！叫我！叫我！让你叫！让你叫！叫！让你叫！专心上路吧你！这来的，这行了你！叫唤！我家那边啊，谁呀？昆仑。啊，我看看咋的了，这是。你们干啥？你们干啥？哎呀呀，你干啥？你们来干啥来了？你们干啥呢？干啥？你们？你这干啥？你这谁呀？你管谁呢？你们干啥呀？你就别问我们干啥了，昆仲哥，你先说说你这是干啥呢？你这是？你管不着干啥的？你管得着啊你？这是那个小日本子呗？是咋的？是咋的？别急，别急，我先问问行吗？我问问，来问。你是日本人啊？说。别怕，你是日本人吧？叫啥呀？什么人？救命！队长，就是他呀。就这小子，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啊！啥？你们要找他？那可不，你跟着掺和啥你？我怎么了？我们替小嫂子报仇，我们要抗日。对呀，我们就是要抗日啊！你们这提高的还真快。那咋的？不听他们的，拖走！你别硬抢！哎呀，干嘛呀？哎呀，什么事呀？你们等等！哎呀，走！你抢啊！你们干啥呀？你们等等，放下！放下！你跟这动手啊你啊！哎呀，干啥呀你？干啥呀？跟这哥动手啊！你们武工队不是打日本的吗？咋护日本的呢？就是啊，你们是土匪还是汉奸呢？啊！我们买鬼子那是给春山报仇，你们凭什么把我弄的人给带走啊？你反了你们！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，八路军杨司令的话你们听不听？杨司令的脾气你们知道呗？杨司令说了，直接带走，谁也别拦着。把他带走！让他走！别救！队长，跟我哪台啊？把我们家去。行。这咋拉我家？你住嘴吧！拖走行，大勇、强子，把他拉到秀华嫂子那儿，该怎么着怎么着。是，走，走。放开我！大姐姐呢？我说。
啥呀？那考察就是那盗墓贼或者小偷偷东西之前得踩个点儿，你一个意思，你少文绉绉的，做啥来了？说。哎呀，行啊，别说你叫人，别说这大孩子撒啥气。我说你还算个老爷们儿啊你？你就眼瞅着你弟弟从我家把鬼子给抢走了，你连屁都不敢放，你说你怂不怂啊你？你咋了？你咋了？人家把杨司令都搬出来了，杨司令你不知道啊？卡不卡不眼睛死人，老百姓有啥办法？那咋了？那鬼子是我发现的，我就是要替孙二太弟报仇。你弟弟为啥不让我报仇啊？啊，他是啥武功队呀？啊，连鬼子都不敢杀？行了行了，你别吵吵了。我看出来了，这鬼子好像对他们是有用。我以前听说这八路军是不杀俘虏。我才不管呢，反正啊，我就是要替我们家春顺报仇。那你说，你帮不帮我？你要是不帮我呀，我就找别人。咱俩的事儿啊，也就拉倒了。这咋不帮了？咋不帮了？这坑都挖了，不让他们搅了吗？你这话说的，你这。那这会儿鬼子就在你们家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要是不帮我把鬼子给杀了，我死活也不能嫁给你。你也别来找我了。谁要是帮我把鬼子杀了，我就嫁给谁。我说话算话。话说的，那八路都杀过鬼子，你挨个跟人睡？说实话呢吗？啥？是个日本人？是啊。是鬼子要找的那个日本人？爹，这咋着了呀？爹，去啥？爹，你咋着了？你缓口气，慢慢的。舅舅，水来了，来，去上。去啥？哎呀，舅舅，我给拿点钥匙吧。哎呦，我的天呀！你现在舒服点了没？慢慢。舅舅，药来了，快点。快吃点药吧。妈妈，药吃点。哎呀，爹，你说啥我都去给你办，行吗？你二大爷呀，你怎么还骂上人了呀？舅舅，快把我二叔和乡亲们都找来，咱周庄大难临头了。行，你快点，你照顾好他啊。舅舅，完了，这寡妇的胆儿也忒大了。周庄啊，就要大祸临头了。村老啊，我爹说让村里的长辈都让家里头去，你也赶紧来吧。啊，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啊，可不敢声张啊，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他们袭击的目的，好像是为了钱。那个土匪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人满脸络腮胡子，中等个子，长得很凶。那个络腮胡子已经被打死了。那土匪为什么要把你放猪崽儿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把你放到卢秀花家呢？他是个土匪，还有另一波土匪，他要追杀他，我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。他说的可能是真的，一波可能是短枪队，另一波可能是黑虎队，这两波一直都是死对头。二叔咋还不来？老爷，村老来了。哎呀，村老啊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可要给拿个主意呀。是啊，想想办法吧。对呀，你办法多。永德啊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，这要人命的事儿你咋能声张呢？这知道的人越多呀，他就越危险呐。我这不是急吗？啊，行，趁着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在，一定要商量出一个主意来。对，二叔，来，坐啊。哎，都坐了啊。前两天呢，
日本鬼子要找的那个人，他就藏在咱们村里头。这件事儿啊，要是让鬼子知道了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那咱们村里的乡亲们可就要人头落地了。不行啊，村老，不能让他们连累大伙啊。哎，现在鬼子藏在谁家呢？本来啊，是藏在那个小寡妇卢秀花家，可昆仑呢又给弄到昆仲家了。他们要杀那个鬼子？本来啊，卢秀花是要杀这个小鬼子，可昆仑他们呢又把他给救下了。八路怎么会救鬼子呢？那可不行，鬼子在村里啊就是个祸害，叫他们把藏着的鬼子交出来。你知道个啥呀？你叫他交出来，人家就交出来了。就算是人家把鬼子交给咱们了，咱们咋办呀？咱们还能把那鬼子给杀了？面做好了，来吃饭吧。铁德妈，叫你吃面条。吃饭，走。吃你的面条。坐着说。快吃吧，刚做的。怎么了？你老盯着我看什么呀？快吃饭吧。我脸上又没饭，快吃饭。你和那个大姐是一个人。是考验我。他那意思是说呀，你跟绣花嫂子长得像啊。像不像的吧。快吃饭吧。啊。啊。啊。哎，你住手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你站住！哎呀，你住手！你们他妈是武功多硬还是汉奸呢？给鬼子吃挂面！你给，还有鸡子！我他妈还光着脚走的，你们！我他妈过生日我都没舍得吃！进屋说的，我不行！不行！你走着！别说啥也不行！你我这，哎呀，我嘿，我大少爷，你这是？哎，你吃你的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事没事啊。哎呀，你干干啥呀？你可把自己气的，这是。行行，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干啥呀？你把自个气成这样，你啊，气的你看吐什么血的呀？你真是。哎呀，倒碗水。行了吧，倒碗水，倒碗水进来。你看你干啥呀？你哥这是。哎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出去吧，出去吧。哎呀，老二啊，你让这一屋的人吃我的喝我的，把我口粮都吃光了。我没说啥吧？没说没说没说。你还今天偷我挂面，还有鸡子儿，鸡子儿，鸡子儿，这都鸡子儿籽儿来的，都是陈秀华不在我偷的。你偷的，你心成啥呀？你真是，你这真舍不得吃。你看你刚才喷我这一脸，你这真是。哥，你不知道这个小日本子啊，他对我们来说挺重要。我们呢有优待俘虏的政策，知道呗？优待鬼子吗？怎么优待优待你哥呢？你看你哥瘦的，你这这啥的？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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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是舍不得吃鸡蛋的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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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再说了，谁说不杀鬼子了？谁说了？正审着呢，正审着呢。行啊，那审完咋办呢？那审完了，我说了也不算呢。那还有上级呢，得上级定啊。你就别上级下级定了，我又不是你上级，我杀鬼子才行呢。那我们有政策呀，八路军不许乱杀俘虏啊。那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，你管着我？你看你咋了？你这是好说不行是吧？不就吃你俩鸡子儿吗？为俩鸡子儿你把人杀了？再说了，你为啥杀人家？老二，那天不就跟你说了吗？你就我杀鬼子有啥用？我杀鬼子不就是为了娶绣花吗？不是为了给春生报仇？怎么答应了？你不杀鬼子，他不嫁给我了？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啥呀？你这是倒是鸡子儿啊，倒是媳妇儿啊？这是这光棍吗？娶绣花吗？这不这好几码子搁一块没法说呀？你这这哪哥？嗯，哥，就别吵了。村里来了不少的人，都知道咱家有鬼子。怎么管？谁说出去的？这段有点麻烦，
个乡里上的事儿啊，我来处理。你们是外乡人，先回避一下。把山姆交给你了。交我了，放心吧。啊，下个地道。快，跟着帘下去。乖啊，让村老叔叔大爷都进来吧。行了，行了啊，进来，村老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村老啊，你坐。坐吧。三儿，门关。村老啊，这日本子呀，是土匪放绣花弄的猪崽，那绣花都不知道这事儿。坤中啊，头两天日本人到处搜查，说他们丢了个人，丢的就是这个人吧？没错啊，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就是他。对了，会说中国话，你们有事儿问他吧。啥？会说中国话？这就麻烦了，麻烦了。不麻烦啊，他呢是我们武工队一直要找的人，现在找着了，我们自然会处理好的，你们呢就放心就完了。昆仑呐，我岁数也不小了，说句不中听的话吧，你把一个日本鬼子在家里藏着，我们大伙儿能放心吗？你也不考虑考虑是啥后果呀？听见了吗，老二，你把个鬼子放村里，谁能安心呢？孙老啊，那我刚才不是说了，他现在是武工队的俘虏了，我们自然是知道个轻重，有个分寸。那换句话说吧，全村老百姓的命都在我们手里呢，我们能不处理好喽？我们不会让他出事的。哎，你们快瞅瞅啊，把日本鬼子都吃上挂面了。我说你们是啥武工队呀？简直把这小日本鬼子都当大爷了。依我看呢，就把他给杀了得了。就是啊，杀了，就该杀了他。没你们事。昆仲啊，昆仑，还有昆山，你们三兄弟啊，打小就在咱们这个村长大的，这件事啊，可是非同小可呀。刚才呢，昆仑已经说了，关系到咱们全村人的性命啊。既然关系到咱们全村人的性命，那你昆仑就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吧？啊？我看这样吧，这儿呢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换个地儿，大伙儿呢都到我家去，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，行不？哎，村老啊，到我那儿去吧。我那宽敞，是吧？那就去你那儿吧。啊，行，走了。儿啊，啊，招呼大家走了。哎，啊，走了，上我们家去了。去吧，你这躲了和尚躲不了庙啊。三儿，嗯，你先跟大哥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。石头园，你出来吧。太阳出来，红霞飞满天，花上枝头，春水满眼，离家的人来。
相思发一盘。这个维社会会长昆仲的就行了。你傻呀你，那维社会长谁都不愿意干，那为啥要你干呢？燕子快起来，不好，有情况。皇军可是知道武工队来过你们村啊，你们当中是肯定有人知道的。没人知道，我就是不知道。没人啊，お前たちの命で償ってもらう。お約束だ。暗くなる前までに連れてこい。